是杰六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下的龙，看看有没有货。水现在已经很清了，昨天晚上还是很多。哎，有货哦，我已经看到鱼了，看到那个好像看到一条鲫鱼在里面。哦，有一条水蛇，哇，有蓝有鱼啊，你看。这边只有小鱼，先放这里，看看另外一个有没有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里面也有，也看到了。哇，这小鱼都是小鱼，一些斗鱼，看看下面有没有。也是，这龙好像也是小鱼。都是小鱼。这个方向，都是小鱼。这种呢是麦穗鱼，它本来就长这么大的，这鱼香煎也挺好吃的。哇，四条两角鱼，都不错了这些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收获了，这里也不错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点个关注，下期再见了。